家好，我是玛雅，我是一名画家，也是一名创作表演者。我觉得画画的时候很像是在用我的手指跳舞，然后当一名表演者的时候很像是在用我的身体画画。所以我邀请小朋友们跟我一起画画吧。如果你对色彩非常敏锐，说不定你能成为流行色预测师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奥纪元的奥奥，你猜到了吗？我的职业是桌游设计师哦。我平常工作的时候都会在我的房间里面进行制作。这个职业最有趣的事情呢，就是我可以用简单的骰子、卡片就可以分享我的创意，并且把欢乐带给大家哦。像玩具设计师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职业，如果你想象力丰富的话，也非常适合你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莉，欢迎来到糖果饼店。我的职业是伴手礼设计师，我的工作是设计以食物为主角的礼物盒，并决定食物的形状，像圆形、长方形、正方形或椭圆形。伴手礼完成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奇峰，目前担任台北天文科学教育馆副研究员。常有人问我，宇宙到底有多大？我答案是，人类的想象有多大，宇宙就有多大。只要你走进天文馆，一定可以满足你对宇宙浩瀚的好奇心。关于外太空，还有很多超乎想象的工作，像是寻找外星人的天文生物学家，或太空衣设计工程师等。突破传统职业的框架，开启全新思维，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的未来一定超越我们的想象。